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叫 Tommy。说今天我会也是教大家做差不多这样的形状，就是 diamond shape 的形状。这里也是有报纸做的跟塑料。说我教你们的是做 plastic bag， plastic bag 的塑料拿来做风筝。这样我跟陈宝王其实就是因为风筝，所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做风筝可以带我们交朋友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现在桌上呢有这个模型啊，我们准备了一个模型，大概不一定说要同样的尺寸啊，不过大概是这样的三角形形状啊。这样我们需要两个纸袋，不同的颜色，然后有剪刀、吸管、竹子和这个线，还有帘子，还有割刀，这个穿线的那个发夹。那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呢剪掉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这个模型放上去，然后用手工刀。小朋友，你们用手工刀的时候要很小心哦。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啊，其实这里面有两只了。我们先连胶纸哈，上头一片，下面也是，好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粘这个中间的这个竹子，也是一样啊，从头上开始。如果你觉得一片不够啊，我们还可以加啊。你要连之前确保这个部分啊不可以松的话，到时候就会飞得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稍微的拉紧。也不可以太紧，然后连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放那个横的，也是这个竹子哈，有两边，所以那个皮呢也是这个皮比较深色的地方啊朝下，剪两个小吸管，这个部分啊，我们先跟它连，跟它锁死先。然后呢，是同样放在这个地方。这两边好了呢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竹子放进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它的左右手和它的尾巴，我们就用另外一种颜色哈，把它折起来，这一头剪掉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用这个另外一个纸袋哈，我们把这一头剪掉。做它的尾巴。然后连接在一起。然后剩下的呢，我们就
用来做他的手。从这个剪断的这个方向啊，然后折过来，这个部分头上不可以剪啊，我们要留住。这样，然后另外一边。我们剪那个手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要差不多同样的大小，不可以一边大一边小。确保它不会脱落，所以我们要加多一片，从这里这样去后面锁住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这个尾巴我们要接起来。两边都会接起，我们就有一条长长的尾巴，接起来。另外一面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一定要连哦，要不然不连的话，风吹的时候，这个尾巴就会脱落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接那个提线，提线啊，我们用这个发夹穿过去，可以吗？这个穿的时候一定要在上下，哦，就从上面，而且呢，不可以从这个方向，这个是它背后啊，要注意，就是一定要在前面，从前面这个部分进去，因为你穿错了，风筝也飞不起来的。可以绑死，这个部分要活的，就是给它灵活性。然后下面就是大概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绑了，我们怕它这个地方会跑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莲子在这里，下面这个部分我们要绑紧。这个风筝呢已经完成了，就是我们可以准备去放风筝了。